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国注》第1017页，1017页倒数第五行末后一句，看起有会俗语，不了佛智者，盖以佛智之不可思议，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。会俗，古大德所说的，念老在这一段文字里面注得很详细，我们今天看到了要生感恩的心。经文并不长啊，总共只有7句，不了佛智到疑惑不信啊，注解占这么大的篇幅，我们还没有学过半，后面还有一大半。后面还有一大半。这一段确实重要。佛法不能说它难，也不能说它容易，信了会了不难，很容易，半信半疑问题就大了啊。为什么半信半疑呢？对于佛的智慧不了解，对于宇宙万物万法也不了解，这就难了。古人有问，佛法凭什么成传？不是一个祖师，著祖
几乎都是同样的解释。啊，我们今天困难，难在什么？不了佛知，这一句是总说。啊，佛知有五种，五种智慧。从不思议智、不可称智、大乘广智、无等无能、最上圣智，这五种智慧，疑惑不信。这一生有没有办法入门？没有办法。佛法是疑心传心，言语文字不重要，释迦牟尼佛传给迦叶尊者，迦叶传给阿难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传到今天。现在呢，只传一段文字啊，度牒法卷，你是第几代祖？他对佛智明不明了呢？不了，跟我们凡夫一样。于是我们就警觉到了，佛法没有了，没有了怎么办？只有一个方法，除此之外别无二法，那就是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求生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。老师就出现了。谁是老师？阿弥陀佛。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没有灭度啊，现在啊，他活在世间呢，寿命无量寿，到底有多长的寿命，没有人说得出来，虽称无量寿，阿弥陀佛称无量寿如来，无量寿佛，我们听了也是半信半疑，没有见过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见过？有。见过一次两次，三次五次的人，有。见过十次二十次的人，也有。像海鲜老和尚，照理说他跟阿弥陀佛见面，去游览极乐世界，绝对超过慧远大师。慧远大师一生见四次，第四次是阿弥陀佛接他来往生，他跟阿弥陀佛走了。前面三次
他是往生之前告诉大家的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。总共四次啊，海贤老和尚住世的时间久啊，20岁出家，幸运持名，这就是他修行的方法。他信师父告诉他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这两个有重要啊，要深信不疑。老师没有理由欺骗我。老师为什么那么肯定地说？他劝过，他去过，所以话说得那么踏实。啊，他有善根。什么叫善根？能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是善根。啊，能愿，能发愿，求生净土，学佛，除了这个目的之外，没有第二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五种智总称为佛智。大乘教里佛说的很多，这些智慧从哪来的？没有来处，你到哪里去学？没有地方学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是自现本自具足。慧能大师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了。把以心传心这句话给我们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智慧是你自信里头本自具足的，不是外来的。自信，我习惯称它为真心。真心，大乘经上讲的很多，自信就是真心。要怎么修佛呢？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妄心是起心动念，是分别执着，是烦恼习气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用这个心好不好？好。不用这个心，用真心。但是真心不能现前，为什么？被妄心取而代之。释迦牟尼佛历代祖师大德透这个信息给我们啊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个清晰的界限，
佛跟我们什么地方不一样？啊，佛有身体，我们也有身体。佛有眼耳鼻舌身，我们也有眼耳鼻舌身。为什么他叫佛，我们叫凡夫？那就是他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我们用妄心，不知道有真心，差别就在此地。啊，真心是什么？真心就是本性、自信。啊，禅宗五祖忍和尚考试他的弟子就是六祖慧能大师，考一考他是不是真开悟了。啊，诸佛慧能大师，你悟了自性，自性是什么样子？说给我听听。他说了五句。第一句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记住，真心是清净，没有丝毫染污。我们用的是染污性啊，不是清净性。啊，谁用清净性？阿罗汉用清净性。为什么？阿罗汉真正肯定承认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那万法因缘生，佛法也是因缘生，所以到究竟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佛法也要放下，心里有佛法就坏了，自信里头没有一样东西，怎么会来个佛法？所以佛用过度，坐船过度。佛法是什么？是渡船，你上去到彼岸了，上掉了，船不要了，丢掉了，那就成佛了。上了岸还背个船，那叫愚痴。我们今天上岸，船背在身上没放下，啊，所以学佛用的什么心？半信半疑的妄心，参一辈子也参不透，到最后还是迷惑颠倒过世了，灵魂在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六道。我们干这个，你是愿不愿？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必须断烦恼证菩提。也就是起心动念
是根本的烦恼。啊，起心动念我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极其微细，我们知道起心动念是很粗的念头，我们看见了，听见了，接触到了，微细的不知道啊。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微细的念头，一弹指有多少次？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啊，一弹指很短了、啊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有人告诉我，可以弹7次。一弹指32亿8000年。32亿呀，单位是百千的，100个千是10万的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不知道啊！如果把它换成秒，我们概念比较清楚一点，一秒钟7次弹指。神奇，32亿8000年神奇得到的结果，2240兆一秒钟，过去。二战时期我们看的电影黑白的，以后才有彩色的，一秒钟多少次？这个动画片呢，在放映机里生灭，镜头打开生，关起来灭，再换一张，第二张，一秒钟换多少张？32张啊，一秒钟啊，32张就把我们眼睛骗了，好像真有其事。现在的电视比那个电影超过很多啊，那个时候的电影换的面，一秒钟24张啊，不是32张，24张啊。我这个地方有一段电影的底片，1秒钟24张。现在电视1秒钟100张，所以看起来很逼真啊，看不到画面在动。1秒钟24张的这个动画的时候，能看得出来闪动、震动啊，电视看不到了。现在告诉我们真相，我们自己的念头，我们自己的妄心，一秒钟有2240兆，不是亿，不是万，2240兆次就在眼前，眼见耳听身体所接触到的，包括起心动念，这是妄心啊。真心怎么样？真心如如不动，
不动是真心，动是妄心。我们今天用妄心，不知道用真心。阿罗汉开始用真心，把所有一切执着放下了。为什么？知道是假的。像今天的量子力学家，他们已经发现物质现象假的，不存在。精神现象就是念头，起心动念也是假的。啊，也是32亿8000万的现象，都不是真的。佛给我们说，烦恼三大类呀，根本的无明烦恼，无明就是迷了，不清楚了，不明了了，这就是最微细的念头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佛的智慧在啊，如如不动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啊，阿罗汉现前，但是他还有微细烦恼。啊，只是执着没有了，他还有分别，他还有起心动念。啊，在向上提升，菩萨，菩萨比阿罗汉高明。阿罗汉不执着，菩萨不但不执着，分别都没有了。大定了，分别，没有分别了。有分别不是菩萨，菩萨没分别，阿罗汉没执着，叫圣人。佛陀，再往上叫佛陀，佛陀不起心不动念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没起心动念。更没有分别之处。这是什么人？这是佛陀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第二个等级，菩萨。菩萨没有分别之处，有起心动念，也就是说，极其微细的念头，一秒钟，2240兆，这个微细的波动，佛看得清楚。阿罗这个菩萨看不到，菩萨只能做到不分别、不执着。菩萨有51个阶级。实心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等觉，一层高一层的。如果我们能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恭喜你，你就成佛。成佛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本自清净，真心现前，真心清净心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再升一级菩萨了，菩萨不分别，
啊，分别知识都没有了，看的、听的，比阿罗汉更清楚。啊，因为他的平等心现前，极乐世界是清净的世界，是平等的世界。那个清净平等，不是你修成，是阿弥陀佛加持，帮助你真心现前。阿弥陀佛保管，好处就在此地啊！啊，佛能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求佛了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帮助我们？要到极乐世界找一个阿弥陀佛。这讲因地，像我们现在这个状况，因地，他们是在果地，因地，阿弥陀佛化的愿超过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发四十八愿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，都未曾发过阿弥陀佛的愿。阿弥陀佛成佛了，四十八愿兑现了，其他的佛要不要再发四十八愿？没有必要了。佛佛道同，佛佛平等。于是怎么样？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接引一切有缘众生。什么有缘？他不怀疑，他真想往生。阿弥陀佛真的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修行，这叫有缘。啊，信心不足的人去不了。这个道理啊，要懂啊。所以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还有一个特别法门，就是净土，求生净土。这个法门不但释迦牟尼佛用它帮助我们，不能成就的人也能成就。这就把我们保送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在里面招生，释迦牟尼佛保送，这么确定。不是靠自力修持修成的，除此一法之外，任何法门，我们自己冷静想一想，都不够条件。如果我们先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在之后，我再去参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，行不行？行。一切诸佛都把你看作贵宾，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对阿弥陀佛尊重，对阿弥陀佛的弟子一佛尊重，便宜可占大了。同学们要记住，
我是85岁才回头。为什么回头？讲了50多年的大经，没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。如果不能了生死，还搞六道轮回，这个佛教白学了。那这个机会要不把它抓住就太可惜了。所以所有经论统统放下，不再讲了，也不再看了。啊，就讲这一门无量寿经，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求生净土。我这做榜样给大家看，不是不欢喜，真欢喜，大见大能，趣味无穷啊！理事都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那就是我们看到不了佛智这一段经文，感慨太深了。我们接着来看黄念老的注解，1017页倒数第五行末后一句，会疏曰：不了佛智者。什么叫不了佛智？以佛智之不可思议。佛智是没法子想的，你想不到，通是妄想，你也没办法说出来，说不出来啊。议是议论，讨论，今天要讨论啊，无法议论，无法想象，这是自信本自具足的智慧。一切众生跟佛都是圆满，只是众生在迷，佛觉悟了，差别就是这个，除这个之外没差别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要怎么开悟？我今天贡献跟诸位的就是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开悟了。我们走这条路稳稳当当，人人能成就。你看第18愿，造作无逆施恶，堕无间地狱，最后你那口气还在没断，你真相信了，真想往生了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带我往生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啊？那最后一句要紧啊，最后一句在什么时候？时时刻刻念到，那是我最后一句，就是现前这一句。灾难多，
我们从伦敦回来第二天吧，伦敦有一个旅馆起火，一共27层，我没看新闻，听人说的死了不少人了，人命无常啊，随时都可以舍命啊，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，随时舍命就往生啊，舍命的时候一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决定在这个时候出现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跟他去了，这就对了，这一生没白来啊，干什么样的好事都出不了轮回，顶多升天而已，天的寿命长，寿命到了还要搞轮回，你说多可怕啊，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。什么时候你了佛智了，不是不了，了佛智了，你就见性了，你就是化身菩萨了。啊，化身菩萨在教下是破一片无明，正一份化身，叫化身菩萨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十宝庄严土，这个地位高了。我们求不求这个地位？不求。为什么？求不到。我们只求凡圣同居土，待业往生。到极乐世界，从头学起，好啊！这不能不知道。会所里头说的，盖以佛智之不可思议。自信本具的智慧不可思议，明心见性就明白了。要怎么明心？修定，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修定，念佛的时候没有夹杂啊，没有杂念，万缘放下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只有一句佛号，清清楚楚，这叫功夫。功夫秘诀都是在放下，彻底放下。为什么？这世界是假的，你看这个身体不可得，何况身外之物，啊，现在世界这个社会乱了，乱到什么程度也是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啊！太苦了。地位高也苦，拥有财富也苦，没有一样不苦，何必留念这个世界？
心愿之名，要认真把它抓紧。我们只有靠这个法门，平平安安的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弥陀会上圆满成就。啊，所有佛智不可思议，五种佛智都不可思议。啊，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，如来就是自性，体是自性，相跟作用，我们称如来，称佛。如来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是取这个意思。什么叫成佛？见心就叫成佛，就是用真心就成佛，用妄心是众生。啊，妄心依真心而起，真心啊，妄心里头带着有真心，不带真心它不起作用。可是真心里头不带妄心，没有妄心啊。我们现在是真心里头有妄心，妄心里头也有真心，搞清楚搞明白，这一句佛号是真心。对无量寿经世尊给我们介绍的极乐世界，要承认它真有，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人人可以去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只要放下万缘，一心称念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那么这个底下说，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，念佛往生为佛之所见。这个佛是阿弥陀佛啊，也可以称是我们自信佛啊，自信是真佛，虽然没有见性，它存在，它要不存在，一切法不能成立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是从它变现。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说得好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宇宙万法从哪来的？是我们的真心自信变现出来的。所以说阿弥陀佛是我心变现，讲得通啊。释迦牟尼是我自信变现，眼前一切众生是我心变现，山河大地、树木花草都是我自心变现。离开自心，没有一法可得。谁是造物主？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也是我自心变现，这叫真心。这个没有错误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所以我只要回归自信，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啊，那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到见性之后，你会选择什么地方常住？一定选择极乐世界。好啊，像我们现在有同学问我，世界乱了，哪个地方平安？我都告诉中国平安，不是开玩笑的话，是真的。凭什么？凭中国五千年世世代代老祖宗断卧修善积功累德，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，只有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积功累德，他的后代他的子孙不会灭亡。我就凭这个认知，死心塌地肯定是有灾难，灾难中国比外国轻，中国比外国少，就很好，很不错了。如果我们把老祖宗东西再找回来，老祖宗什么？伦理、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把古老的学校教育、四书五经、十三经，因果教育、道德教育都能找回来，中国人可以不受一切灾难真的是古人所谓的大灾难来的时候，像古人说是遇难成祥啊，变成吉祥啊。这什么？我们更能相信祖宗保佑，三宝众神加持你，所有宗教的神圣都加持好人，没有说加持恶人的。我们要相信啊。那么念佛法门、往生的法门，是佛智所见，阿弥陀佛的智慧起的作用。记住，永远记住，阿弥陀佛的智慧就是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。我自信跟阿弥陀佛自信是一个自信，不是二，只是他觉了，我还在迷。我追上了觉悟，就融成一体了，这是真的。学习佛法，究竟方便，一门深入。专念阿弥陀佛，海贤老和尚做榜样，这是没有一个人做不到的。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上过学，没念过书出家之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，自在往生。
啊，13年1月走的，今年17年，还不到5年。他给我们做证明，他给我们做榜样，我们要相信啊！那不相信就可惜了，自己把这一生耽误了。啊，干什么样的好事？头等的好事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这里汉学院办不成没关系，我到极乐世界去打个转再来就办成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不是第一桩大事，念佛求生净土才是第一桩大事。啊，这个我们随分随力随缘。汉学院很不容易，我是做了好几年的梦想。没想到梦想成真了，啊，这个功德应该是校长的，他认真了，他认真，我不能不追随，不追随了，对不起他，啊，所以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诸位记住一句话，他能行。还是他不能行，他会衰落。只看一样，这个团体和不和睦，家和万事兴。如果这个团体不和，肯定他不会起来，他搞不成功。如果他和和睦，决定成就。这是关键的，看一个家能不能兴旺，你看那些家和不和。啊，夫妻两个都吵架，都彼此不服，这家庭没希望，将来会很苦，说不定过个3-5年就看到了。现在社会太多了，你细心的观察，啊，不必要什么感应的，很现实的，你就能看出来。啊，如果这个团体不活，每个人有自己的成见。我不服你，你不服我，他肯定失败。啊，也不会看到了，不必说，我们有退一步的这想法，我们有退路。啊，真正成就，我到极乐世界去打个转再来，我来再办汉学，行，可以搞得成功。啊，所以肯定。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恶人也是好人，坏事也是好事。啊，对我来说，统统是好事。为什么？不利自信呢？既然是佛智所见的，就不能够疑惑，所以疑是故，为不了佛智啊。佛建立的，你怀疑他。那么在中国古圣先贤不是凡人。我学佛之后40年我才明白了，中国古圣先贤都是佛菩萨的化身，要不然他讲的东西为什么跟佛经讲的一样？啊，你就看入门怎么样能够入圣人之门，入佛之门，看破放下。张家大师教给我，真正看破放下，你就入门了。啊，没放下，没看破，你在门外，如是啊，各无知之，各无是放下。知之是看破，言语不同，意思完全一样。
你能说孔子不是佛吗？孔子是佛，他要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佛陀，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，中国人称他是圣人，是一不是二，一点都不假了啊！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佛在来的，所以我肯定了一句话，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宗教就能造福人群啊，化解冲突，带来啊和祥和啊。那我们学校校长前天给我两份文件，我看了，在倡议要办宗教学院。我这样说大家容易懂，办了个汉学院，再办中宗教学院。宗教学院只有博士班三年，他们想召集有各个宗教推荐20个学生，推荐几位老师，希望今年下半年去上课。真难得，我看到真欢喜。我赞成啊，先要办培养师资，这25个不同宗教的专家学者都拿博士学位，将来基督教把基督教兴旺起来，天主教把天主教的兴旺起来，这些人再办个宗教大学，他们是宗教大学里面的兼任教授啊，除了把自己的宗教发扬光大起来，还要培养下一代，办宗教大学啊！我都没想到，他们想得很远，想得很深，好事情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这一小时要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。